单身男神话题多，佑胜与女助理相恋。随着男神们各个成家，还在单身的男神愈加宝贵起来，引来的关注多，引发的话题自然也不少。先前曾与徐若瑄、陈意容传出暧昧的佑胜，最近又被传出与贴身小助理日久生情，更被多次拍到夜赴女方家中，绯闻对象从女神降格到女助理，佑胜不免被网友调侃口味有些不挑。不过17日佑胜举行粉丝见面会，对此事的态度却是断然否认。我是去睡同一栋的男员工家，但是当然大家会说啊，但是你在讲，我说没关系啊，那之后我就直接去睡，我就不讲。虽然不是去女助理家，这一答案很安抚女粉丝的心，不过跟男员工同睡，这真的不会是越描越黑吗？还好耶，因为我蛮久之前就是跟男员工就在睡，就是难不成去女生房间睡吗？更不好吧。会不会怕别人对你的性向问题？还好，我觉得日久见性向，我日久见人心。对啊，就不管是什么状况，只要你还继续支持我，我都是很开心的。谢谢。小编点评，这回答让人更迷糊了。